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have constantly transformed according to culture, social context, technological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encounter between West and East has led some masters to integrate their systems with modern medicine, physiology and science. Master Lu Zhong Ren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s, Ba Gua Zhang and other internal styles. His work is not well known in the West and sometimes criticized by traditionalists in China. With this interview, I want to show a part of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that doesn't accept the old dogmatic vision and is trying to make Wushu flourish again. Master Jin Ai Xiang, disciple of Master Lu, will tell us about a different view and a series developed by his master. 我呢，杨戈讲的从15岁开始学的，15岁就开始学的武术。我父亲呢是军人，我们呢就是随军家属，在部队大院长大，所以从小呢耳濡目染的，就是对武术呢就有点痴迷了。到15岁呢，我是机缘巧合认识了叫号称大枪，就神枪啊，杨岳波。 当时我跟他学形意拳，之后呢，学了3年，他告老还乡了，学3年之后就没怎么练了。后来我也参加工作了，工作也特别忙啊，又成家了，成家嘛，又有孩子，又什么的，就放下了。8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31啊，88年，卢宗仁，卢老师。 到天津塘沽少年宫开办了一期少年儿童训练班。我跟卢宗仁的关系呢，应该什么关系呢？他是我的师伯。当时呢，他来到塘沽之后呢，我一看师伯来了，我们就捧场也好，什么帮忙也好吧，我们都往那儿去了。去了，我那是才真正接触的，就是形意拳。原来跟杨老师学那个形意拳，就有点。 怎么说呢？不能说不好吧，就是有点太粗糙了，是吧？好多理论的东西就说不清楚。过去老拳师们都那样，对吧？这个卢宗仁呢，他不一样，他呢是从小呢，就是家境啊富裕，从小上他那个年代是2个大学的本科毕业生，2个学位，他有知识，文化水平特别高。 所以跟他一学呢，就感觉就是原来跟杨老师学那个就不一样了，啊，他由浅入深，从理论给你讲，再从你身体再一验证，确实一个质的飞跃。形意拳跟他练了将近有一年吧，后来呢我就跟他练八卦掌，他这个八卦掌啊是萧海波传的。 当时呢，萧海波呢在红罗山，红罗山正西南的方向有一个叫莲花山，是东海川学艺的地方。萧海波跟东海川关系呢，他们是同门师兄弟，就是萧海波的老师跟东海川的老师，他们俩是师兄弟，一个叫静元，一个叫静修。 简短截说吧，萧海波呢，到进山学艺呢，学了8年，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呢，到了庄亲王府，就北京的庄亲王府，在那里当武教士，当庄亲王的武教士。当然了，他们山里哈有山里有个规矩，就是到外边不能传医。问题他们山里边后来又经过考察考证啊。 他们山里边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就白莲教下边一个组织，他根本就是不让你外传，外传之后你不就暴露行踪了吗？是这么个意思。萧海波下山之后呢，东海川也隔了半年吧，东海川也下山了，下山也到了庄亲王府，在庄亲王府里看家护院，拿7匹俸禄，萧海波拿5匹俸禄，东海川呢？ 是这样，
他在进山学艺之前呢，他待了16年在山里边，他在进山学艺之前在北京流浪了10年。你像跟尹福他们的，他们都是关系都特别好，就他们这属于称兄道弟了，不是老师的关系。后来呢，这个东海川一下山之后呢，就跟这帮，哎，尹福啊、程廷华呀、什么梁小辫什么这帮在一块又接触上了。再一接触上，一看呢，东海川太厉害了。完之后，他们就要拜东海川为师。东海川那时候不敢教啊，回头他就问跟谁那个校海波商量。校海波说：“你要听我的，你就别教，别给自己惹祸。”这个东海川呢，架不住这帮人。关系太好了，你说不教吧，你就自己一身本事不合适，不教对吧？后来他说要这样吧，咱们把这个圈子改一改，把就是把这个教育，看现在八卦掌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出手，改了。其实八卦掌出手啊，他一亮势是因为这个出手，他入手时才反过来了，所以他直接把这个给抹掉了，啪，直接就入手了。这是一个，再一个，他教的时候呢，没有从第一大师开始教，他就直接从转掌开始教。那我通过这些年学习这个练习这个消失八卦掌呢，我感觉他的八卦掌就是科学性、合理性，就比较，我认为比较就是比较好吧。你看，假如说他这个是啊循序渐进，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卢老呢，研究这个卢氏结构啊，他没脱离开传统武术，他的经历呢就是跟肖海波学了8年，从37年到14年，8年，完之后又跟那个李旭洲呢学山西形意拳，学了14年、16年的样子。他是集两大这个门派，这个内家拳，这个集这个一身呢，来研究这个传统的武术。他用现代的科学，比如现代科学、生命科学，比如说解剖学、生物力学，什么运动学，啊，他用这个来验证这个武术，哎，到底是怎么来的？当时他呢，在50几年就开始入手研究这个武术。他研究了一段时间呢，看走入死胡同了，就没法再讲，没法再往下走，就进入了。你要按照这个拳谱走，按照那个他这个口诀走，你根本就弄不清楚武术到底怎么回事。当时呢，他的夫人就我的师母啊，说了一句，他说。你研究武术，你有马克思研究资本论，写资本论难吗？他想对呀，马克思资本论那是写的相当的透彻，他怎么研究出来的？用什么方法把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等等一切就剖析的这么透彻？他基本上用了3个方法。第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二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第三点，纯粹形态分析，他用这三个哲学范畴来研究武术。你研究武术，那你必须研究武术的历史的演变过程。所以他提出几个观点来。第一个，这武术怎么来的？它是由先有的兵器，还有的拳术，先有的兵器，后有的拳术。什么叫武术？武术就是上帝上战场杀敌呀。你上战场都是拿枪拿刀拿棍什么的，你不可能拿赤手空拳的给人打去。据考证，拳术啊到了宋朝才开始有的。宋朝赵匡胤太祖拳，就是宋朝赵匡胤创的太祖长拳嘛，